还可以大赚药金片。行くぞ。ホームセン、烈光陣、ホームだ。前。需要吗 ？No no no。五万滴血。需要需要。还好还好，连续猛攻一下。千曲万来ね、いいわよ。踊りなさい。哇，连的命中。行くぞ。需要调高啊。シギ、裏ハヤセ。有第二刀了，所以没那么痛了。上吧，普通攻击。啊，混乱呐！干嘛？这次又全中了，时好时坏啊，雷恩。私の番ですわ。レンの番ね。よっ、突き合いです。突き合い。おうよ、ごめんせ、烈光陣、ホームだ。動作不许者。俺の番だな。引くのだ。こう。よし、これで完勝だ。わ、満々な。ま、こんなもんだろ。レベルアップですわね。ですわね。レベルアップだね。ま、こんなところか。我的球球，银色封印符道具，可惜呀。ミッション達成ね。来啊，连线呢、啊？哎，楽しみましょ。大胆。サイクはルンルンと。ゾディアックコード起動。没有让我弄到。ごめんなさい。烈光陣、ホームだ。俺の番だな。都是一样的。算了，再来一次，第二次。能说这动画一直有看，才会有那个掉金片二，所以我们再看一次，让学长再摔一波。Rebellion。こう新規合一俺の番だな。ごめんせ、烈光陣、ホームだ。学長、行くぞ。你有得学啊。うなり、一刀の根。ラスエンゲージ。ワオ。あらてか、レンの番ね。哇，虽然有 break 很棒啦，但是下一个是李恩。虽然觉得这一次应该打不死了。行くぞ。失敬失敬失敬。永远给李恩 respect。
学长可以换 S 级，哎呦 ，Level up。那我们第三个就看另一个。伤害弱了一点点啊，那没关系。哇，漏一个宝箱，好像走得回去哦。嗯，使いすぎ。篓子的料理。怎么是这么烂的啊？ゲート発見！居然又再度有了。这里是回去的路。那我先打完这里，然后再重置这，再重置，刷好任务，下次再打。这是个不一样哦，水属性的感觉。这我已经称之为水属性了，不要想不开。果缸，さてと。烈火陣褒めだ。蓮の番ね。哎呀，全打。耐えられるかしら。这招真的爽啊！スキアリね。スキアリ。スキアリ。進攻一級。行くぜ。先坦白说，怎样打？反正等一下都有零一刀帮忙。敢在他之前出手，上啊，雪伦！お粗末様でした。碎啦！当然ね。嗯，水属性，水属性。嗯，鬼机系列没有冰属性啊，你不要想不开啊！水啊 ，water。回去吗？对吧？哎，为什么又有？还是那是 A B 传送点？太久没走这个镜子了。回去啊，那是回去。不管。太酷了，他们！好吧，你还是帮忙侦查一下啦。好，俺的番だな。苦番茄男孩。名字听起来很好笑，不知为何拥有意志，小心味觉攻击。さてと。おやせ。烈火陣褒めだ。蓮の番ね。さて、やるか。響き覚めた。僕の刃。大家喜欢学长的哪一招呢？蓮の番ね。
我们要暴气，家伙有点硬啊！太扯了吧，精英怪都直接急死，疯了，雷恩，疯了，不给尊严呐！太扯了！見たか、八王が一刀。ま、こんなもんだろ。よし、掴んだ。ま、こんなところか。我记得是银色嘛？哎、欸，居然是蓝色封印石。这里也可以获得。真的扯！ミッション達成だ。那雷恩有多扯了？这每一个都是有没有五十要金石，一定打。啊，这也可以走。疯了！这游戏做坏了。宝箱か。干嘛给土人哦？装备、武器、防具。お宝発見です。暖洋洋的袜子，我专武。看到了。开箱跑，啊，来哦，就已经有的了。很多经验吗？让我们来看一看。哇，有多有多有多。爽欸，核心也升超多，呜呼！ま、こんなもんだろ。レベルアップ、レベルアップ。这层有几个封印石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。哇，金属波姆就是爽。这一层还蛮多的、欸，153，感觉就是要嘛路很长很长，要嘛就是有没有让你多重打。我自己预估是后者，让大家多重打。啊，就是。一般波姆，一般波姆应该不用打、啊。确认一下。对。我想看。那枪手模式就变枪了、啊，感觉比较还好。近战比较帅。想看抽角色，抽角色 是金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要打到最不容易打、啊，一碰就传哦。这里太久没玩都忘了。哦，就是要传过来拿宝箱，好，那没事。误会你。又一个，金黄，去吧，雷恩。